两场比赛之后呢，首度回到了在这样一个转身，哦呦 ，Benis 这球有点懊恼，因为他认为可以灌进去，是两分还是拿到？哦哦 ，Benis 长得强的一个火锅，周伯成的切入，这次的篮下要硬打，没错。而且周伯成也看出来了，一开始的攻击这个篮筐的欲望非常强烈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双方在一开始的进攻来讲，还是以内线为主哦，以外线为辅哦。出生之犊不畏虎，周伯成打球很近，还蛮狠的。对，去看，我们先看的是刚刚菲利斯想的强森的火锅，而且强森已经起跳了，菲利斯才起跳。哦许振儒，哇哟，哦，哦，菲利兹刚刚又赏了对手一个火锅，而且是我们俗称的定板。哈哈，而且在整个这个板子哦定完以后，还是他把是投轻了，可能休息了一段时间再上来，还需要是一点时间来调整。第三个火锅，菲利斯非常可怕的，今天开启了麻辣锅店了。然后呢，五个人在场上的球员是一致的想法，那这呢，在这个团队的攻击的信任度就会来得非常的这个确实。第二节的第一波进攻掌控在了玉龙身上，但是很快的，菲利斯又把这球给没收下来了，个人的第四个火锅了。对，哇，按照这样打下去，今天菲利斯有机会可能打大三元的。没错。而且菲利斯他在去在场上的一个感觉，他非常清楚在整个对手要如何去做一些投篮跟起跳的一个动作，马上就能够反应出来了。刚刚看到的是陈子威投进了两分，但裁判也稍微警告一下，因为不能 delay game。对，球进之后不能摸球。外围的出手是保尔杨哲宜，对，从替补出发，没错，完全没有减他的威力。这是所谓的这个团队的系统啊，利用队友的一个减这个掩护啊，找到最好的投射的一个机会，简单又清楚啊。达兴还是九分的落后，菲利斯一个转身，对方顶住，但是手感非常好的菲利斯又投进两分，个人得到第六分，太接近了。因为我们应该球碰到，应该时间就到了。是菲利斯说对不起，我要把这个球给没收起来了，所以他个人是第五个火锅封阻了，也让杨将 Kevin Johnson 知道说将还是老的辣。对，虽然哦在整个达兴他的攻防上来讲，就在一直不断做内线的一个攻击，并没有很有效的发挥他原来的系统战，但是有分在缩小，也不用先抢三分，两分也可以。一个转身交出来，交给了吴凤成。吴凤成这次被菲利斯赏火锅，菲利斯 reject 退货。周伯成坐在对方包夹，这传球有点危险，就这样转移出来，又交给了吴凤成，选择三分线出手，还是没有，也因为抢到关键的篮板球。哇，如果这个三分进了，对，战况又不一样哦。我现在优势是站在达兴的身上了。对，那当然达兴他目前讲他赢还领先五分啊，然后他还剩下九秒钟的这个时间，他要如何这一次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方略？剩九秒钟，对于场上球员时间是够的。对，但问题是在于说现在玉龙呢是落后了五分了。没错，而且双方都已经到达五次的犯规哦。去如何去运用对方的犯规，能够很顺利的进到这个罚球线。哇，今天如果达兴赢球，菲利斯是居功厥伟，他个人目前得到了14分、14个篮板球，还有6次的火锅封阻。你要想，如果算2分就好，就阻止对方6次的出手。没错，而且阻止对方的6次出手之外，还让玉龙增加了5到6次的进攻啊。菲利斯得到14分、14个篮板球、2次的助攻。我们刚才说的火锅封阻啊，差4个，他就是大三元。